手了。这时候我应该跳下去，他们就过去了。昨天拉错了他们，在那个商场里面耍到12:30零点半。我应该有啊，他说，还把他们说都在一起。
切换了，打开 5G 都没用，没有 5G， 只有 4G。它网络问题了，网络问题。不知道月底的话，这个几天它是不是要把流量给我耗光嘛？应该这个意思。网络不稳定。它又在重连，又在重连了，哎，一分钟要重连几次？开到 5G 了，我自动开到 5G 了。开了 5G 啊， 5G 它没有，只有网络，它没有 5G 啊，它直接用了 4G 的网络。到现场的拥挤，所以这个天气他们穿长袖，因为他嘛，他出生的，他那天穿长袖，他说的，他昨天穿了12:30，还穿长袖，穿了11:00。Hey, hey, hey.
没得了，没得了，没得了，九点半了都嘛？就那完了，那里去？哎，我去。那边去，那边去。你那个医院，一下医院几家？啊？你要懂三个医院嘛？什么？三种医院嘛？哦，医院呢？也不懂啊。不懂啊？
外面那些都在南方去了，我就拍了还有。对啊，他们都走了，那个女的都过去了。啊？他都越狱都过去了。他们三个赶着就来了。不是，我他们有说的。这是新的歌。我去拍了点美美女，因为洗了清楚。哦，罗马那边嘛，那边光线不好。这个新的歌，昨天也练了的。明天我一个人来。叫什么？哎，叫他隔壁，我姐不习惯，叫我隔壁去啊。大西。
来个跳吧。夜风我又去了，你看人家呀，这是疯子，你看这是疯子。还有王金的在这边。哎